Hi, JJ. Hi.哎，拉脖子可以帮我拉掉双下巴吗？可以。哦呀。嗯。看刘毅你就知道了。他有双下巴吗？他原来整个脖子很粗。那么脖子粗。我们做这个叫什么呀 ？RF 是什么意思 ？Radio frequency 就是那个高频率的这个电波拉皮。对，这个强度有吗？有。好像比上次的强。强。我换了个小头。耶。你现在还有在跟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吗？嗯，第五集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喜欢第四集里面那个张赫轩唱杨坤那个无所谓的，那个杨坤他不是没选中吗？嗯，他要是选错歌曲了，我觉得可以啊。哦，好喜欢。他是要是唱那一首的话，我觉得就太棒了。还有我，那边被拆了，面膜拆掉了啊？拆了，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小王，你去买什么东西吃了？没有。
世界还是蛮圆爸爸的。嗯。Squishies are too hard. 但你来的时候我开始。Nope.